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天，我现在的位置在苗栗花鹿农场。花鹿农场有超大的停车场，门票一人是200元，100元可单一抵消费哦。你看这什么花啊？不知道，这比那个薰衣草还漂亮呢。对，花鹿农场将近有50000朵的绣球花在绽放，喜欢美美绣球花的朋友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哦。你可以继续做小矮人吗？啊，会不会这样白雪吗？